虽然今天的春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我们都要待在家里，但是今年的电视剧也是值得我们去追的。热播剧《下一站是幸福》一开播后就受到了网友们的热议，毕竟电视剧的剧情是值得大家讨论的，而且主演是宋威龙和宋茜，这两位明星之间的话题就已经不少了。宋茜比宋威龙大了十几岁，而且在娱乐圈的发展很顺利，不仅在唱歌有好的成绩，而且出演过不少电视剧，可以说比宋威龙的经验要丰富多了。所以在一些幕后花絮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宋茜经常在欺负宋威龙，开对方的玩笑，所以片场的氛围非常欢乐。不过宋茜还是会遇到自己出糗的事情。有一次两人在拍完一个片段后，导演便和他们说，等下要拍摄一段开房过夜的画面，不要宋茜听到开房后就被吓得表情呆滞。听导演的解释后，他才放松下来，原来自己想的太多了。这样的宋茜实在太可爱了吧。视频的最后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